谢谢陈组长的报告。我想请问一下张组长，这个情报是你是经过你核准的吗？我们都看过。看过啊，董事长看过了吗？董事长应该没有看过，没有看过。那就是要对历史负责任，我有录影的。哦，没关系啊。那个。这都是双方的资料收集出来的，会诊出来的结果。这是一个不对等的危机比较啊，因为对这种主任长的过程的来龙去脉我都很了解。我只有一个人，我对你台电公司的后端处，对很舍对副管级，我是孤军奋斗哎。大家请看我所做出来的对他的评语。好，大家请指示公道，这样的一个不对等的分析比较，都要对历史负责任。OK， 好，那我们这边是董事长这边有提出来另外一些回应或说明，那我们之后再开放讨论。好，请。所谓不锈钢钢桶是一个很脆弱的一个结构，上下两片堆在一起的，还有整个海拔是54公尺，辐射的VCC 啊，就是对流的部分嘛，这热是怎么带走，是不是？你是用对流的方式，对。可是金属互相是直接散热的，它是直接散热，它是经由氦气的。上下平均，氦气是在让桶内的温度衰变热，没有平均。金属的导热是直接导热的，直接导热系数比较快，而且比较安全。这是一个基本架构上不同。再往下，在运送的时候的耐撞是需要的，因为不管是海陆、海运还是陆运。还是要运往哪里去，这是耐震、耐撞，这都是必要的条件。我把很有跟大家做一个说明，因为美国的核能发电厂的过程，在对岸的时候，因为核料及处理的成本过高，大家不愿意投资，所以美国政府就跟所有电厂说，以后的核料跟处理我中央政府来处理，所以才有亚卡曼城的成立，这是美国的情况，因为支持亚卡曼城。没有结果，所以用核燃料都储存在工厂内，工厂因为成本的关系，只用定制型的露天干式储存。第二个，它的核电厂都是在偏远地区，我们的核电厂是在人口密集的地区。我们的看过核电厂的干式储存厂是露天干式储存厂，是前有钱华西，在钱华西的前面。做核料储存是高阶的，后面是山坡地，那山坡是四象坡，这是一个没有经过地质调查的一个产区内的储存，这是最糟糕的。所以为什么被我会在新北市，在新北市的核安会里面极力反对，因为这是一个。没有办法预估什么时候运出去的最毒的核威药，竟然会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去建置一个储存厂，所以林检院长是才说要做室内的，请问一下室内的混凝土的储存厂，你说90几座的混凝土的露天储存。全球占有90几座了，你在室内的混凝土，你不是种植水泥土吗？
你自己搬钢筋水泥土，你还说那个欧洲是为了再处理，还是用技术互相？技术互相是经过这么多年来的传送，当然有传送的快速性跟安全性，还有耐装性，还有很多的功能，都不是混凝土定制型的所能比较的。这是一个混凝土的室内储存的一个设计。样本材料的初期是要再回收再利用，做成 MOS， 可是 MOS 的环境度是不稳定的，所以再处理就赔了钱，就退出，就渐渐的缩小业务。日本也为了再处理，投资人花了多钱。由此可证，可见说运送的安全快速性啊，这是金属互相的特性。它的，你说它的瓦鲁它的监测的系统是有问题的，那是为了再起初再提炼的。可是你别忘，它可以，它既有这功能，它也可以焊瓷，它可以第一层的焊接，不需要到第二层、第三层。所以这点是它功能比你还多。你说它功能比你差，这是一个不，这哪是一个？这是哪一个技术层次可以说服我们大家的？我换八音是姐，我口才不好，对不起。所以我尽量表示我的意见。这是一个多功能的一个互相，不是单功能的，它可以掉了就走。这电厂的不如说做电视型的话，最后变成最终汽车厂，天车就90吨，在德国那有一个 Castle Rolling Unit， 这是一个解决核一厂的天车问题的一个手术型，并不是说。这正面化解决，美国是为了成本考量，因为储存桶都是电厂负责的。前不久那 TUV 啊，兰德集团在联合会办了一个研讨会，因为他 cost 的成本大概100万元，100万元等于3000多万，这里面显然是可以拉高去。我认为今天我恳请大家，我们要做最有利标，不是做最利标的方式，因为核能安全是至上的，至于成本是其次的。那至于他所说的是成本的比较，那是他片面之词。这是我花了几天的时间，2-3个礼拜就做出来的，所以我希望我们能够组团去欧洲，或者是日本去考察，因为这是不能走错一步路啊。那如果采行这个地标，也可以让全世界各个做容器的来看我们的核厂怎么处理，这才是正确的制度啊。再把那个影片播一下。哦，我想我们需要的是最高规格的中期储存，最高规格。